穿过碧血黄沙，来到巨壁耸峙的山口，在巍峨绝岭的脚下，游牧文明遇见了沃野千里，生息炊烟。神秘的岩画高悬头顶，古老的佛塔矗立眼前，文明在交融与演化，赋予这片土地一个狂野而清灵的名字——贺兰。岁月悠远，天地辽阔，贺兰舒展在旷野和雄峰之间。这里的故事在肆意生长。贺兰一词是匈奴一支部落贺赖种的音转，最早见于《晋书·北狄匈奴传》。据记载，公元284年到287年，西晋太康5年到太康8年，由塞北进入内地降附的匈奴人共分3批，约有13万余人。《晋书》记载说，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先知种、叩头种，凡19种，其中之一便是贺赖种。贺兰山因部落的名字而得名，也就有了贺兰山的称谓。贺兰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由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管辖。这里位于中国黄土高原西北内陆，东临黄河，西倚贺兰山，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接壤的地方。汉朝建立后，和匈奴展开了近100年的战争。汉武帝时期就征战了数十年，最终匈奴被击败。汉朝曾经7次向西北边郡移民实边，随着历朝历代军队屯垦和移民实边政策的不断深化，这里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一些军队驻地不再只是军事设施，甚至成为当地商贾往来的经济中心。贺兰山绵延200多千米，是宁夏的天然屏障。出入贺兰山的险关有赤木口、圣金关等众多山口关隘。红广营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贺兰县红广镇红广村。岁月的风沙打磨掉了它昔日的繁华，不过这些残存的墙体却见证了这里移民石边的历史。红广营始建于明神宗万历33年，公元1605年。公元1738年，城墙被地震损毁，第二年又开始重新修建。重修后的红广营较地震前的规模更加庞大坚固，建有南门1座，角楼4座。此时的红广营已与平罗、石嘴子并列为宁夏北部的3大兵营，驻兵近1000人。它管辖着贺兰山中段大小10几个通行山口，在当地流行着铁打的红广营、纸糊的宁夏城的说法，形容进宁夏城容易，过红广营难。
洪广营只有南面的一个城门，瓮城内外的匾额上分别刻着宁塞和银川，相传银川这个地名最早出现于此。天下黄河府宁夏，黄河百骸微服一统，说的是核心地区就是银川。那么银川的核心地区又是哪儿呢？就是贺兰县。在今天的洪广村还能看到洪广营残存的夯土墙体，在铁路开通之后，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已日渐荒废。曾经在洪广营的集市上，晋、豫、川陕等地客商云集，这里的皮毛、甘草、药材等特产远销全国，享有盛誉。据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公元1725年，清雍正三年，建宁夏县，也就是贺兰县的前身。贺兰县作为县名出现是在1941年，当时因宁夏县与宁夏省重名，改名为贺兰县。在贺兰山的庇护之下，这片土地成为了宁夏平原最富庶的地方。贺兰县以山为名，延续着这里千万年来的传奇。山已经静静度过了20亿年的岁月。和山相比，人类犹如新生。然而数万年前，先民们就在这座大山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这就是贺兰山岩画。这座用山石堆砌而成的巨大石堆，是千百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祭祀神明的遗迹。石堆透过远方的山口，正对着贺兰山的主峰。每一天，以祭祀石堆为背景，以天地山川为舞台的表演，都会在这里上演。岩石自从远古时代起就不断地被人类使用，古人在岩石上磨刻和图画，来描绘人类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想象和愿望，这就是岩画。贺兰山在古代是北方少数民族筑牧、游猎、生息、繁衍的地方，他们把北方游牧民族狩猎、战争、祭祀等场景凿刻在贺兰山的岩石上，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民俗和生活情趣。在南北长200多千米的贺兰山腹地，就有20多处岩画遗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贺兰县境内的贺兰口岩画。贺兰山岩画可以说是中国北方岩画当中典型的一种代表，那么它的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是3000到10000年。岩画年代的断定是一个世界难题，国内外学者都在积极探索，寻求比较可靠的年代断定方法，但时至今日还未能如愿，
仍旧依靠传统的考古学方法来进行断代。贺兰山岩画更是因为年代跨度久远，从来没有相关文献记载的原因，让它一直以一种远古密码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所庆幸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贺兰县有一个人坚持了数十年的时间，将岩画一幅一幅拓下来并保存至今。这个人就是李祥石。我是1965年宁大毕业以后就分配到贺兰县。我1969年发现随口到贺兰口那班子子，有时候就没有车，有时候就接旁边那个有那个临矿似的有熟悉的人就接这个人的自行车去了。我还曾经骑过自行车到贺兰口，上百里路呀，100多里路硬都骑了上去了。过程中间挑过担子，还坐过毛驴车。1969年，李祥石在贺兰山口无意中发现了山石上的岩画。1979年和1983年，他先后数十次到贺兰山地区对岩画进行考察和研究，并将相关成果整理成册，递交给了国家相关部门，从而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掀起了国内研究贺兰山岩画的高潮。时隔半个世纪以后，那个意外看到贺兰山岩画的年轻人已经满头白发，他从最初的岩画保护者成为了岩画研究的专家。发现岩画，走进岩画，解读岩画，这3本书记录了李祥石一生对贺兰山岩画文化的感悟和探寻。贺兰山地区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早已被时光湮灭，但留在岩石上的画卷却成了永久的信息，成为文字产生以前宁夏人类活动的重要时刻文献。贺兰山岩画为后人提供了探索远古先民艺术情感和审美心理的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此，当地政府对贺兰山岩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保护。很多村民也自发地参与到岩画的保护当中，石梅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刺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历时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用刺绣来制作贺兰山岩画的方法。他将贺兰山岩画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太阳神岩画制作成了刺绣作品，使贺兰山岩画以另一种形式广为传播。1991年、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岩画委员会在亚洲召开的2次年会，都选择在贺兰口举行，并将太阳神岩画作为会标。这幅被称为太阳神的人面像，已经成为贺兰山岩画的代表。它刻在距地面40多米高的石壁上，圆面。睁圆的眼，根根睫毛和头部犹如光芒散射的线条，让整幅画面威武异常。它是一种人性化的描写，有人的眼睛、鼻子、嘴，他就是希望心目中的太阳是他人的本类，所以他才能更好的来保佑人。2016年，贺兰山岩画景区被国家公布为首批20个全国岩学旅游示范基地之一。世人赞誉它“岁月诗语，为石能岩”。贺兰山岩画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记录古代贺兰山自然状况和他们生活方式的艺术珍品，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艺术化石。不仅可以弥补历史记载的不足，
而且向我们直接提供了大量直观的形象资料。其信息量之大，超过了已有的文字记载和历史传书，是一笔珍贵的艺术文化遗产，堪称是民族文化的瑰宝。这是一本珍贵的图册，里面的图片记录了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仅有的一座宋辽佛塔——红佛塔的修复过程。贺兰县文化馆摄影师王辉是这些珍贵照片的记录者之一。90年的时候的红佛塔在维修过程中，我在塔上跟着拍了有10个月的照片，就是每天是基本上干到什么样子就拍到什么样子。红佛塔当地俗称王城塔，坐落在今天贺兰县金贵镇红星村。在西夏博物馆中，这座以6:1的比例复制的红佛塔重现了当年维修前的样子。摄影师王辉的父亲王醒芳今年已经79岁，当年时任贺兰县文化局局长的他主持了红佛塔的抢救性修复工作。从1987年开始，经过长达3年的钻探、跟踪测量、拍照录像，在系统掌握了各种科学数据的基础上，维修方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准备实施。1990年7月1日，施工人员开始对红佛塔进行有序的拆卸修复。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意外的惊喜正等待着他们。最后就是拆的过程当中，就在那个圆顶过来下来那一点到方，就出现一个方形的天宫。在天宫里面存在大量文物。贺兰县红佛塔天宫窖藏的发现，犹如开启了数百年深藏的西夏宝藏，也打开了一段尘封几个世纪的历史。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第6次征讨西夏，历时半年，西夏被蒙古大军攻克。西夏王朝的典籍图册、奇珍异宝，连同他辉煌的宫室、陵墓等建筑都被毁灭散失。此后数百年，西夏再无人问津，成为一个神秘的王国。贺兰县红佛塔天宫窖藏中大批西夏文物的发现震惊世人，当年被评为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其天宫内出土了包括绢彩佛画、彩塑佛像、罗汉、立式面像及身像、西夏文佛经雕版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绢彩画、赤圣光佛图及彩塑佛像都是宫廷意匠的力作，也是我国已发现的同类题材佛教艺术品中的精美之作，具有极其重要的艺术、科学、历史研究价值。除了红佛塔，在位于贺兰县西部的拜寺口还耸立着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夏佛塔——拜寺口双塔。这两座塔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是中国佛塔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这里山大沟深，环境幽静，面东开口，视野开阔。佛塔依山而立，气势宏伟。这是在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变质口和本序，是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国家一级文物。它将我国发明和使用木活字的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即从传统上的元朝提早到了西夏王朝。西夏这个在公元1038年崛起的少数民族王朝，在长达190年的历史中，先后与北宋、辽及南宋、金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借鉴汉字的偏旁创立西夏文，建立司法科举制度，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向了顶峰。然而由于战争的破坏，西夏文明毁于一旦。而贺兰县的众多考古发现，为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贺兰县境内西夏佛塔的构造多姿多彩，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与本土文化特征的融合。现存的古塔对研究西夏社会历史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风格迥异的古塔矗立在贺兰山下，默默见证着千百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不同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亿万年的沧海桑田造就了贺兰山巍峨粗犷的外貌，而它的精华镶嵌在约海拔2600米的悬崖峭壁上。这一道耸入云端的岩层，四周犹如紫云萦绕，这就是贺兰石孕育的地方。贺兰石又称吉祥石、避子石，为宁夏五宝之首。宁夏府志记载，笔架山在贺兰山小滚中口，三峰矗立，宛如笔架，下出子石，可为砚，俗呼贺兰端。贺兰石古朴典雅，造型优美，石质细腻，且天然紫绿双色，紫中嵌绿，绿中镶紫，交相辉映，别具特色。制作成砚，堪与中外驰名的广东端砚、安徽歙砚相媲美，深受文人墨客的珍视与推崇，素享有一端、二歙、三贺兰之美誉。人民大会堂宁夏厅里的大型浮雕挂屏、毛泽东手书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就是由贺兰石雕刻而成。在贺
国家动员大量内地人才支边，因此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泥塑工匠和艺人聚居于此。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塑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永红的祖辈也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呢，我跟我叔叔呢，就是看我叔叔呢做泥塑，他塑的那种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彩塑。这些作品都出自王永红之手。从2006年至今，他以一个村子的故事为主题，创作了1000多件泥塑作品，以此反映20世纪60、70年代贺兰县农村的民风民俗，以及他记忆中儿时农村的生活场景。在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民族风情成为王永红艺术作品记录和展现的对象。这个呢是一个蒙古族人物形象。那么蒙古族呢是一个自由豪放的一个民族，他的这些服饰呢，你看穿的都是一些呢这个蒙游牧民族的这个服饰特征，羊皮袄，席地而坐，而且呢喝着奶茶，这是一个倒奶茶的一个妇女的形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回族的这个人物特点，服装呢非常的保守，你看呢戴着盖头，而且呢这个性格呢也是非常内敛的。2010年至2017年间，王永红创作的泥塑作品先后代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参加马来西亚、埃及等一些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引起强烈反响。作品还作为政府礼品赠送给埃及前总理。无论是贺兰石的精致，还是王永红泥塑作品的粗犷，都是贺兰山文化的代表。贺兰石的精细，黄河滩的粗犷，同样在这里幻化出了美丽的世界。这些艺术作品也体现着一座山的精神。如果没有像贺兰山一样坚韧的性格和宽阔的胸襟，也不会有贺兰县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动人景象。金山乡就位于贺兰山下，是贺兰县内离贺兰山最近的地方。养羊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这里出产的羊肉是宁夏最出名的特产之一。金山乡也以金山羊肉为主导，打造着这里的旅游休闲产业。大铁锅炖金山羊是当地最为著名的一道名吃，这口大铁锅是可以供全村乃至全乡百姓吃羊肉的一口铁锅。每年的秋末冬初，村里就会举行一次金山羊肉的盛宴。金山羊出产在贺兰县金山乡，其筋骨极好，又是吃贺兰山的百草，喝贺兰山的泉水长大。凭借肉嫩、味鲜、膻味小的特点，深受食客的欢迎。全村100多户人家家家养羊，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如今的金山羊肉更是供不应求。张保国是远近闻名炖制金山羊肉的行家，主打的就是大铁锅炖金山羊肉。他对羊肉的拆解虽然看似随意，其实却有他对每一块羊肉肥瘦搭配的奥妙在里面，而且每次炖制之前都会加入自己的秘方。烧火的木材和火候都极其讲究，先用硬木急烧，之后是炭火微炖，其中的奥妙也只有他知道了。
不过，他正是通过自己的独门绝技，赢得了享誉远近的名声。老爹老妈过去懂羊肉懂得好，所以后来就是建议我你开这个农家乐，开起来以后嘛，生意还挺好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今天的张保国盖起了十几间的房子，办着农家乐，开着汽车去采购。田园和城市的交融让他变成了新一代的农民。自家养的羊可活嘛，人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收入嘛比过去要翻了一番多。收入的改善也让这里的村民和张保国一样，致富的心思活络起来。加上近年来贺兰县大力发展一村一品，如今的金山乡里道路整洁，绿树低垂，粉墙上还画着惟妙惟肖的民俗人物，一幅崭新的乡村振兴画卷正由此缓缓展开。聚焦中国每一座县城，传承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展示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影像方志。2015年，贺兰县开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产业。历经3年发展，贺兰县电子商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创业更加理性，培育孵化作用更加明显。除了互联网经济之外，贺兰县也在打造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建设，养殖稻田蟹，产出蟹田米，把生态农产品卖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正是今天在这里发生的故事。李伟，80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当地农村走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的李伟在天津等沿海城市从事了10年的计算机和互联网工作。20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李伟回到自己的老家，恰逢贺兰县提出将电商产业作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李伟决定把互联网思维带回家乡，在家乡干一番事业。从此，李伟不再是那个坐在办公室中的互联网从业人员，他被太阳晒得黝黑，每天奔走在家乡的田间地头。李伟凭借着自己10年互联网工作的经验，认定了自己要走下去的这条路。他在田间地头默默地忙碌着，坚信自己的理想就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我要把它一亩地填上6000甚至是8000块钱一亩，把螃蟹、鱼和小龙虾养进去，就看你怎么去卖。这就是我这个以前做这个国际营销啊，这个国际贸易，包括这10年的互联网，我沉淀的一些个思路和渠道，我能把它做到这个价值上面去。如今，贺兰县正全力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态农业，并在政策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2018年也是李伟回乡创业的第3年，他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生产规模，合计承包了2000亩水田，其中450亩采用稻加鱼、稻加蟹的种植模式，另外1500亩种植生态水稻。这里是贺兰县长信乡，渔光一体项目已经成为一道风景。
渔光一体是指光伏发电和智能养鱼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实现三类鱼六大关键技术的有机融合，达到养殖生产零污染、零排放，养殖增效50%的目标。我们这个项目是6月29号正式宾州国家电网发电，它的产量是规模是20兆瓦，它一年的发电量是3300万度，现在的电费收益是2000万左右。那么池塘的养殖这一块呢，一亩地要达到了4000斤的养殖收入，这样下来还能将近1000万的效益。在距离渔光一体项目不远的地方，就是长信乡神奇的倒鱼空间。从空中俯瞰，田地里的图案栩栩如生。每到夏天，田地里鱼、蟹、鸭、水稻共生，成为一道生态农业的奇景。鱼和蟹成为贺兰县的特产。今天的贺兰县在贺兰山的守护之下，继续着自己的融合之路，这是创新的思维，也是开阔的气度。未来，在建设沿黄生态经济带和打造绿色、高端、和谐、宜居新银川的战略机遇下，贺兰县将成为中国西部绿色宜居的生态小城。贺兰县因山得名，在16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有巍峨的山，有奔腾的河，也有片片金色沙丘，还有沟渠纵横的广阔平原。自然环境的多样性成就了这里塞上江南的美誉，它曾经贡献丰厚的出产，曾经孕育跌宕的故事，现在它又在绿色和生态的画卷中落下新的笔触，续写新的传奇。文明总在追想所能抵达的边界与深度，而贺兰以万年光阴给出了答案。总有一些记忆发生在历史之前，总有一些奇迹出现在想象之外。